为什么要选用直线轴承？直线轴承堪称机械运作的脉搏，其优点数不胜数。首先，其承载能力强，轻松承受各类轴向和径向载荷，适用于重载应用场景。其次，借助滚动摩擦的特性，直线轴承能够实现高精度的直线运动，适用于需要精密直线运动的场景，如数控机床和精密仪器等。此外，直线轴承它们采用耐磨材料制成，能够抵抗固体颗粒对轴承的磨损，从而延长使用寿命。其低摩擦和噪音的特性也不容忽视，滚动摩擦产生的噪音小，减少了能量损耗和噪音产生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使用舒适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部分直线轴承采用自润滑材料或涂层，能够减少润滑剂的使用，降低维护成本。其结构简单，安装方便，可以快速替换和调整，能够轻松融入各种工业机械和自动化设备中，如数控机床、印刷机、包装机等。综上所述，直线轴承具备承载能力强、耐磨性好、低摩擦和噪音、安装简便以及适应性广泛等优点，因此在需要这些特性的应用中，选择直线轴承无疑是明智的选择。还有什么关于直线轴承知识分享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